鼠岁，生日快乐！中山国小85岁喽，生日惊喜是小美冰淇淋，董事长亲自到学校与孩子们同乐，送上满满祝福。是祝福我们基隆中山国小85岁生日快乐。那我们小美冰淇淋呢，就是让每一个人有一天小小的美好，吃了冰淇淋以后心情会变好，所以为了这个中山85周年，送大家一个小小的美好。推陈出新，朝永续迈进，中山国小近年来也不断翻转，校长引进各种资源，鼓励孩子们多元学习。有这个机会呢，这个小美冰淇淋呢给我们这个祝贺，那我们也期待我们跟小美冰淇淋一样，翻转翻新，这个永续。孩子们送上感谢卡片，每张写满了自己的心意。小美小美赞赞赞。董事长分享，接手经营小美冰淇淋后，每年都会推出5种以上的口味，但只有一种能在市场上生存下来，就是要翻转创新才能永续下去。那个，其实我们小美冰淇淋今年是迈入第76年哈，那我们从早期的第一杯小黄杯啊，卖了76年。但是呢，现在社会求新求变，所以我们每年推出新的产品。谢谢，赞董事长给我们的小美冰淇淋。真的非常感谢台北市一德福伦社的华美食品的赖董事长赠给我们小美冰品啊，将冰品美好的滋味留在孩子们的心中，祝福中山国小85岁生日快乐！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